录影了，录影了。阿丹，他刚刚起跑很慢。起跑现在是停顿。他要上，他要上出线。没有，他上升。热热热。对，好，看他飘过去就好了。阿丹有热吗？原来热吗？也是一种障碍啊。因为看不出身高。第几名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第二位是郭旭导。你们差太多了吧？过了。
不是超两台了。
在最后一圈的U型弯里面。